据香港媒体报道，36岁女星阿娇钟欣桐近日被拍到与32岁台湾医生赖宏国交往一个月，继男方承认后，阿娇也向港媒甜蜜承认这段姐弟恋，并期盼这次恋情能开花结果。阿娇之前去台湾拍戏，几次收工时都有一名高帅男子来接她下班，男子就是在网上小有名气的网红，目前任职于陈怡蓉老公薛国仁的医美诊所。阿瑶被问起与赖宏国关系，大方承认恋情，虽然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是他很关心我，令我有被爱的感觉。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，经常飞来飞去，但就算这样，他依然十分努力地去争取互相了解对方的机会。虽然过往的情路崎岖，但我依然相信爱情，希望这次能得到大家的祝福，希望这段感情能开花结果。